我们坐上这个短程的巴士，我们去叉龙宫皇家剧院看表演。那这个表演呢，就是恐惧，面孔的恐。现在我们下车了，来到皇家剧院。我们下车车了，排队准备过马路。有人在这里招待啊，照顾得真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皇家剧院。